们的证明会走多边啊。就帮他埋胃管啊，到时候直接灌死，这样子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营养，对他的这个伤口的复原也会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快。那今天精神比较差，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很痛哈，那个很痛吗？嗯，当然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他一些止痛药，好啊，比较好的止痛药先给他。副就是这个长骨翼的手术已经八个月了嘛，接下来现在是可能就是这个副关节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最后要把它的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抓的这个45度的角度要把它固定起来，固定起来它以后就是固定那个站的那种角度的姿势，可它这个关节是不会弯的。最重要，它当初中间也少了一段呐、啊，那骨头车祸的时候骨拉出得去啊，所以它这只脚也比较短。对不对？都没钱。你看你今天吗？哎呀，都没钱。好，明天见。